什么代志这样欢喜啊？宽宽放寒假，伊要来跟我做伙住。郑龙答应哦。哇，这郑佑志董事长哦，真正有条要改六回来，什么条件拢答应。哎，黄狗讲了无唔对啦，我就是哦输在起跑点，啊，不要紧，我一定是你的终点，因为我会陪你到最后。 你即马是郑佑志甲郑佑志的比赛，我才无想要甲伊比咧。啊，不过若是无伊出现哦，我嘛无可能会第一遍的甲我对你的形容讲出来。我顶多爱感谢伊。你做一件代志够想的话，当然有啊，就是因为郑龙要甲你，所以你唔是因为介意我才对我表白，你是因为郑德龙。我是真正介意你，好无？ 你若唔想无，你去问苏善哥嘛。问伊要创啥？因为伊是我的爱情顾问。你找苏善哥做你爱情顾问？总比找红狗好吧？至少找苏善哥较稳啊，人拢已经求婚成功啊咧。那你就请苏善哥赶快，搁等啥？莫讲十五年啦，二十年嘛唔是问题啊，不对，最后你一定是我的。 你卖像你有自信好不好？我正常都讲过，我对感情完全无想法。我愿意等啊。为什么是我？什么意思？你有啥物会介意我？我离婚阁有一个囡仔呢。我嘛唔知影，介意一个人敢需要理由。我只是感觉你需要一个会当挖苦的人，我想要做迄个人。 你帮助我真济，佮叫我两届，我欠你一定还予你。啊，毋过毋是用感情，安尼对你无公平。我求你嘛，毋是爱你还我这个情啊，我只是单纯介意你，我希望你快乐，你一平安无事啊。成功，我真正无想要发你好人卡。我嘛无想要收。为离婚到即马，我无一件代志完成。 看介意嘛？有啊，你。我甲你共款。甲我共款看介意我。甲你共款看介意我家己。哦，你真正最爱欺负我的呢。你唔是讲你脾气会改，虽然我怕。歹势啦，会听无？我甲你呼呼的。亚平甲我讲哦，较早你是大男人，拢会查某囡仔较主动的。你真正无骗我呢，拢是查某囡仔哦，主动的。 那是童年咯。啊，遐个查某囡仔是安那料理的哈？迄遐故意情的代志，我早都袂记得。而且我少年的时，我是过一工算一工。你甲我讲啥，我一点仔印象都无。那呢？你啉酒醉，敢袂阁凊彩去开房？你哪会？迄工是你叫我，讲我若唔敢开门，就毋是查甫囝，是臭鼠啦，我才去开门的。 非得以后你无机会啊！以后大家就困做伙，门无锁无锁拢无差。你安尼讲嘛对。想袂到甲你手牵手做伙行路，遮尔啊幸福。早若知哦，我就较早公开，安尼咱两个就会当较早。 牵手散步，牵手就这么欢喜啊！那是会当去食好料，我会更加欢喜。搁要食火锅？唔是啦，我今仔想要食鸡卵糕，啊，顺便会当去拣咱的结婚蛋糕。啊，唔是生日啊，那爱鸡卵糕。结婚以后，咱两个会当做伙切鸡卵糕，安尼唔知有偌浪漫嘞。
哎呦，这绝对是我最后一次结婚啊！我希望会当伫个迄天哦，实现我所有愿望。拜托的啦，哎，是你呢，我只好安尼甲你求哦。那我做别人，我是无可能安尼甲伊塞奶。拜托啦，拜托。好啦，看你有啥要求吼，做一个公公传。想袂到这招对你有效，安尼以后我拢用这招来对付。耀哥，真正小拄会着呢。你想走？我袂当放你一个人伫遮。你伫遮，我会分心。放心，我袂有代志。你家己也较细腻哦。我。也袂当用敲的，一定爱小台。阮大个，无想要甲你讲。有够命的，是啊，就要抢过。甲你斗三工啊，两个拍一个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伊也不准你学别人。为什么？今日受伤，除了这，骨头会伤着。无啊啦，阿姨，你有听我的话，相拍的时阵爱抓对方，结果害你予人拍。我无要紧啊，我嘛是想要保护你啊。以后如果遇到这种情形，你两个都不准我过来，自己安全最要紧。阿哥，好啦，听你阿爸话。雷某，以后莫过来这附近，也过咖啡厅嘛莫过去。那不是我出去替你把另外一个人抓掉的，那无你敢袂当打赢因两个？阿哥阿爸，你真正有够凶的呢！因拢已经倒伫涂骹，你搁袂放因耍？你再撒开，不是阮孙静的。你查某囡仔，莫接受这种代志。你应该是好好读册，以后做一个有路用的人。我都无爱读册嘛。无爱读册嘛，不要紧，去恁爸爸妈妈的公司上班。我即摆阁是尽量省的年纪，要逼我去上班赚钱，阮当嘛无欠钱啊。你这个查某囡仔是安怎？我讲一句，你应过了句，那安怎甲都教袂听啊？你讲话也无好听。雷某。查某囡仔人哦，讲话就爱较温柔的，莫遮尔啊粗鲁。安尼以后无人会介意这种女朋友哦。免替我烦恼多啦。啊，不过阿伯，你是拄着冤仇人哦。我去联络阮爸甲孙姐，叫因替你处理啦。唔免，我会家己处理，不准你去搞的。哦，机票赞，我就欣赏你这款大伯啦。哇，那要去林家边啊！阿姨，多谢你替我买药啊！阿伯，你保重，以后有机会教我功夫。无可能。你莫遐尼紧着拒绝嘛，考虑看卖。阿姨，拜拜。这个雷某，让伊成家安尼，以后绝对是一个麻烦。
无安尼啦，我即马甲伊妈妈嘛算是有熟啊，啊即马放假，啊无就互伊来我遮，我来教看卖。你莫客气，这本来就是因爸母的事情。哦，先啊，今仔日这种情形，因迄挂人敢那是无愿意和解吼。这无重要，重点是因袂当伤害你，因若敢伤着你，我会去找伊。你莫安尼乱哦，今仔这种情形哦，袂当阁发生啊啦。是嘞，阿你惊着？我袂惊啊，我即马哦，阁较坚定啊。不管拄到任何困难，我拢想要甲你做伙面对。心予咱斗阵相带，思念的。